我给你的印象就这么糟糕？在你的心里，我就这么低贱吗？不是，我其实我是怕我会控制不了自己，怕我会再干出什么傻事来。咱们别这样，你听我说。你听我说。你要是这样，那咱们真的永远不要再见面了。你好，我想请问一下，有没有看见一小女孩？就这么高，好像去那边了。哎，你看那个是不是？我们不能这样。对不起，我刚才失态了。你放心，我会处理好的，我不会让我们之间的关系影响到你的事业和家庭的。会吗？你能吗？怎么不能？就像你说的，那只不过是一次偶然，是两个成年人之间的一场游戏，一切都不会因此而改变的。真的？我能相信你吗？你最好相信我，你也只能相信我。下车吧，小律师，外州人该等急了。丫头怎么了？哭什么呀？爸爸。哎，宝贝儿，爸爸在，别哭了啊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刚才我正点着菜呢，他说要出去找你，结果不小心摔了一跤。来，爸爸看看啊。哎，哪儿疼吗？哎，宝贝儿，勇敢一点啊，你又没受伤，哭什么呀？就是，别撒娇了，快走吧。好了，咱们吃饭去吧。啊，肖律师。哎呦，这是你女儿啊？啊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啊，她叫肖雅。哦。我来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爱人，这位就是简。哦，你好。你好，夏太太，你女儿真可爱。萧雅，你怎么那么没礼貌啊？跟阿姨问好。没关系，小孩子嘛。哎，怎么回事？萧雅，胃里不舒服是不是？爸爸，我难受。这得去医院吧。哟，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啊？哎，老白，小雅不舒服，我们得去趟医院。走吧，来，走走走。来，对不起啊，老白。哎，走吧。哎呀，对不起，老白，那个菜我都点了。没关系，都由我们去吧。哎，对不起啊，没关系。
哎，你照顾他，我开车啊。哎，哪家医院最近啊？应该是二医院吧。行，就去那。来，小心啊，快上。 爸爸，嗯，能不能不去医院了呀？我好了。啊？什么？你好了？嗯，真的，我现在一点事都没有了。那你刚才怎么了？刚才我真的特别的难受，爸爸一抱我就没事了。真的不骗你们。宝贝儿，真的没事了？嗯，真没事啊。哎呦，你真是吓死我们了你。现在怎么办？咱接着回去吃吧。 不想吃龙虾，我想吃麦当劳。不行，少吃那种垃圾食品。哎，偶尔吃一次也没关系嘛。啊，那咱们就去吃麦当劳。嗯，你就惯他吧你。哎，那请客吃饭的事怎么办？没事，有老白在，我再不掉都无所谓。哦，爸爸真伟大。耶，走吧。 你姐夫真这么说的，说那女的克夫不适合你。什么克夫？这都是迷信，我从来不信这些，真是无稽之谈。条件那么好，干嘛非去找她呀？这镜子都破了，碎片又能找出什么？难道这破镜就不能重圆吗？你换一面镜子好不好啊？姐，你能不能不管我的事儿？ 你是我唯一的弟弟，我不管你管谁呀。你啊，管好我姐夫就行了，啊。吃好了，走了。大伟，大伟。哎。柳燕阿姨。啊？是柳燕阿姨吗？是啊。怎么那么巧啊？ 哎，宝贝儿，还想吃什么？不要了，谢谢爸爸，谢谢妈妈，这是我非常高兴的一天，是吗？<笑>哎，你说丫头今天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刚开始还挺好的。 后来他就说要去找你，就去停车场。啊？他去停车场了？啊？你没看见他呀？啊，没有，没看见。哦，对了，他说来着，说你那车上没人。哎，对了，嗯，今儿你们请那客人，就是那女的吧？实际还那上司，说是叫什么？金。 他们公司想聘我当常年法律顾问，真的？太好了！你认为好啊？当然好了，你又不是没这能力。再说了，对岳涵也有好处啊。嗯，那你觉得我应该接受？当然应该接受了，那有什么可犹豫的呀？可是我不太善于跟女人共事啊。行了，你。 是共事，又不是共枕。瞧把你紧张的。